玩喺裏面嘅。咁啊，俾大家影張相先啦，好冇？黄德斌同吴卓羲呢日就一起为新戏拆弹专家二举行开机仪式。呢次喺戏入面就有唔少爆破场面，吴卓羲又怕唔怕会好危险啊？我系 number two 嚟嘅，爆炸嗰个系 number one 做嘅，系 number one 系行前嘅 ，number two 就揿掣嘅啫嘛，即系控制嗰个拆弹车啊。你系控制嗰、那个？系，咁大爆炸嗰啲戏我哋都要跌低嘅，系。而黄德斌早前拍摄第二部戏的时候就误伤发哥，今次呢部戏又有咁多动作场面，会不会担心再次出意外呢？這个当然梗有一啲担心人哋嘅，咁但系咧我就豁咗出去噶啦，因为今次我就唔使打人嘅，咁啊会俾人打嘅，咁所以我就即系佢哋要帮我替阿发哥报即系报仇嘅，就随便吓我受，不过你哋都留守啦。不要打面了